学弟妹，感性时间。嗨，学弟妹，恭喜你们惩罚结束了。好，惩罚结束也代表你们即将成为老人。当然，你们在这一年一定交到了许多武圣的好朋友，还有学会了许多处理事情的方法，所以才能完成今天这么一场很棒的惩罚。虽然今天我没有到场，可是相信你们今天的表演一定很棒。还有何志颖，恭喜你成为老人喽！希望你学测可以好好读，学测就上，不要想着只要考职考。还有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讲哦。还有就是恭喜你们啦，拜拜！嗨，学弟妹，恭喜你们圆满的办完了这一场惩罚。这一两年辛苦你们了。然后很辛苦，花很多钱，很累，每天排舞。对，那我觉得你们的表现都还不错，没有让我们失望。然后再来要准备考试了，要每天做好计划，好好读书，要好好读书哦，不然会后悔。然后然后对，你们很棒。加油！谢佳云，你很棒，吴瑞玲才棒。谢佳云，吴瑞玲，好，拜拜，加油！ Hello， 学弟妹，恭喜你们也终于走到今天啦！这过程一定很辛苦很累，但你们做到了，很棒！相信你们今天的表演一定很精彩，很出众。然后你们要知道，惩罚不是一个结束，反而是一个开始。这之后的学测要好好准备哦。如果最后不小心像我一样要指考，要相信自己，不要觉得指考就是一件坏事，好好努力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你一定也做得到的。然后恭喜你们成为老人啦，耶、！Hello， 学妹们，恭喜你们办完自己的惩罚了。相信你们在这一路上啊，一定遇到很多困难。或者是觉得压力很大，但是你们都撑下来了，你们在今天一定都是最棒的。再接下来就是学测啦，记得惩罚完后就要好好读书，希望你们学测就可以上，不用考指考，然后读书加油，拜拜。学弟们，恭喜你们办完了自己的惩罚了。那接下来经过这一天之后，你们就正式成为老人了。那升上高三之后，就要好好准备自己的课业了，然后模拟考要好好准备，学测就能够好好表现。那考完了学测之后，也才能安心的准备自己的老人礼。所以你们要继续加油，不要轻易的放弃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林哲伟、陈昭成，这一年辛苦了，然后好好读书，考学测，不然就跟我一样考职考。李耀林，那个我应该是最烂的宿舍之一了吧？好吧，啊，希望你惩罚加油，考完学测就轻松了，好吧？哎，东怡还有梁雨辰，你们好好加油啊，学测好好考，多看点书。然后考完学测你就没事做了，真的，好好加油啊！德维，就是办公关辛苦了这样子，然后就是祝你们就是大家就是练完之后啊，就是惩罚完之后，好好跳一次完成班，然后学测好好搞，对，然后祝你们有好成绩，拜拜，拜拜。嗨 ，Hello，Hello， 恭喜大家，今天终于惩罚结束了。然后惩罚结束也不用难过了，就是毕竟三五社是一个家嘛，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惩罚结束，然后好像大家就要分开了一样。然后，大家学测要好好考，然后要跟我一样学测就上。虽然说要，然后大家都考得比我好啦，对，不然北明欢迎你，然后。
郭一鸣，干得好，干得不错。然后这是我直属我儿子郭一鸣，然后哎对，下一个社长是许诗慧嘛，许诗慧也要好好加油，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嘿，徐弟，嘿，恭喜你们成发结束，恭喜，相信很顺利啦，你们一直不会让我操心，因为玉明跟雅俊两个从高一我就蛮看好的，然后到现在两个人各接两个大干，辛苦你们，还有维宏。希望你能不要那么自卑，长肌肉，自然自信，哇！之后你们还要学测试考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自考加油啊！学测算了，自考加油，自考加油，自考加油。好了，再来雅俊，这个恭喜你不用再排了，但我觉得你要把你完成这份惩罚的那个态度拿去。用在你学车的上面，这样你就不用再考自考，然后做什么事都一样，就觉得你是一个还蛮认真的人。然后我爱你们，下一位，嗨俊佳，你应该对我不陌生吧？虽然我很不常看到你，什么东西？不要这样。其实一开始你进来发病悟空社的时候，就一开始教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其实感觉就是不太会跳，就是基本的动作都怪怪的。然后可是到后来高二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有看到你的努力还有进步。而且你还会教别人哦，你太厉害，还是抢教学工作了，哈哈，好啦，希望你之后未来可以一直很顺利，大学四年可以很精彩，然后交到许多的朋友。恭喜成发结束，学测或指考加油，希望你学测就能上，好，拜拜。学弟妹们，恭喜你们完成了惩罚。然后我的直属好像变成了教学，不过没关系。希望你们学车就上，然后努力的读书，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，然后加油喽，拜拜。